一方面就是跟韓國人他們進行文化的交流，用古箏和舞蹈演繹耳熟能詳的歌曲的。喂，我想問一下你啦，其實咧，你看下呢度咁多，我哋好多古箏已經準備就緒啦。你試下幻想一下，如果他們的夢想可以達成的話啦，他們可以飛過去南韓，有咁多嘅中國傳統樂器古箏喺度表演。其實都幾震撼喎，我覺得個畫面都。係啊，所以我都好希望佢哋可以實現呢一個夢想。好啦，呢班朋友咧，佢哋係嚟自香港嘅曾韻樂坊，咁啊，佢哋全部嘅成員咧都已經考獲中央音樂學院同埋上海音樂學院八級以上噶啦。咁多呢就咧，預備大家熱烈掌聲，歡迎我哋嘅曾韻樂坊啦噃。OK， 有請。歡迎曬。
俾多啲掌聲佢哋先。我呢啲掌聲除咗佢哋鼓掌之外，佢哋嘅舞姿啊，好犀利啊嚇！我好中意呢個表演啊嚇，雖然我唔係評判。係，但我想講咧，即係頭先喺我哋一開場咧，講話評審嘅標準。